而跨年这一天传出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，玉山和合欢山今天都飘下了白雪，让在山上等雪的民众真的是兴奋得不得了。大陆的冷气团夹带了大量水汽，从早上8:40开始，玉山就连续下起了2个小时的雪，积雪最后还达到了2公分。另外同样是赏雪圣地的合欢山，上午9点先是飘了短暂的初雪，下午1点左右又出现了第二波明显的降雪，让这赏雪民众是大呼过瘾。